哦，我本来就没有那个啊，喝酒，就是说怀孕的时候。她从一怀孕开始就滴酒不沾，然后就对，上次就开刀，不在健康管理中心了，不能了啦。真的不能抽了。马奎尔整条吐司当洋芋片吃，肥23公斤，怀孕抽烟被骂翻，形容一句话秒戒。我想要开一种健康的，就是为了让老婆瘦下来，就是为了让老婆瘦下来，然后帮她开一间公司。最主要的初衷，其实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老婆成功的瘦下来。这不叫宠妻，什么叫宠妻嘞？怀孕9个月的马奎尔体重已达到人生巅峰，66公斤。老公小金砸了7位数，开设健康管理中心，誓言帮老婆在产后3到4个月瘦回当年发片的45公斤。有帮他准备好他以前的打歌服。你不是叫我穿丝袜那个什么？那个是晚上的事，全身丝袜，看你表现。会了，一定会。我会努力表现。老婆现在的状况对我来说就是完美，真的是完美的老婆。我才不相信，要不然为什么要拍这家？才怀孕4、5个月吧，然后去做产检，然后那个医生院长就说太胖了，太胖了。我想说。哪有？应该是说你之前到底吃了什么？面包、淀粉，都是淀粉类。爱吃淀粉，最多可以吃几个？一条。干的吐司酱哦。对，我会沾牛奶子这边吃。已经把它当成洋芋片的概念。听说说你为了宝宝有戒酒的。哦，我本来就没有那个啊，喝酒，就是说怀孕的时候。她从一怀孕开始就滴酒不沾，然后就对，上次就开刀，不在健康管理中心了，不能了啦，真的不能抽了。最近有跟龙哥碰到吗？新龙哥很关心他。那他平时不介意吗？就是叫我不要抽烟的。一定不要犯法。生完之后一定要办，要让她穿上最美的婚纱，然后做一个最美的新娘。那旁边是你哈，是我啊。接下来打算去哪边蜜月旅行？我跟老婆其实计划日本，是行星那个横滨，对不起。那我们是先在一起，然后1月多的时候怀孕，算过日期之后我们第一次怀上，12月22号在一起。1月26号，总理，你真的太 detail 了，我的 schedule 表。还有 app 的记录，每一件跟他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。哦，好恐怖哦，这样被逮捕了吧？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不开心，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跑跑跑跑跑，